壮骨颗粒，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可能这个想法很傻，很可笑，但是我是按照剧本的发展想象的呀。剧本上提示你的样子真可怕，那我当然要按照可怕来演啊。儿童剧，这导演太色了。你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哎，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他不喜欢你，他给你角色，他不用你不就行了吗？那可能是因为我妈妈。你妈妈帮你找了人，她驳不回面子，笑话，她是谁啊？她又不吃你们剧院的饭，你这么个小事，她要什么面子呀？不是就好。哎，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感觉我怎么做都不对，我现在感觉我什么都不会了。你本来以为你自己会很多吗？那我好歹是表演课代表。姑娘，那是在大学，在你们班十几个人里。你现在毕业了，翻篇了，一切都不作数了。哎，你看，谁是天才，谁一出场就能碰头彩。那你要不是呢？那就得慢慢来啊，排练就是要下功夫呀。你方案一个不行，就再来一个呗。我知道你在这附近跑步。你那天提醒我是对的，是我粗心大意，我傻，我没留意到他的反常，更误解了你的意思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我不能。因为从一开始，那个错的人，他就是我。我当初不应该留你一个人在机场的，都是我吧，是我辜负了你，所以那个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。妹妹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原谅我，你能原谅我？
我碰到林妙妙了。我看见那个视频了，他怎么样？不太好，刚才哭了一场。他能在你面前哭出来，说明他在心理上已经正式接受你回归这件事了。如果当初我没有抛下他，他就不会走弯路，不会碰到渣男。说到底，还是我的错。三姨啊，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灾难和不幸都跟你有关？你是引发海啸那只蝴蝶吗？比起成天自怨自艾，不如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我知道了。但也别用力过猛啊！我一会儿洗衣服，你把那件衣服脱下来，我跟你一起洗一下。先不用了。顺手的事儿啊。平时不是花的挺勤的吗？有代购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签个字儿吧，客户及时还回来啊！哎，好的，老师。我和大姐的事情好不复杂，我很多时候我是不得已。妙妙。王老师，您还没看过这个视频吗？江大女生拍的，她被小三儿了，还联手着原配揭露了渣男的真面目，做了个特辑视频发到江州论坛去了，特别火。这视频现在……哦对，但是也不知道这是真事儿还是策划的。听说当事人本身啊就是做自媒体的呢。王老师，怎么了？挺有意思的啊。这第二个三呢，指的是善生、善别、善终。第一个四呢，指的是全人、全家、全队、全城的关怀。我们的理念仍旧是西西里桑德斯先生那句话：你重要，那是因为你是你。你重要，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好，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活动。下一周我们继续做案例分享。好，谢谢。我和大姐的事情很复杂，我很多时候我是不对。妙妙，林老师啊，听说您在心理疗愈方面啊做得特别好，今天您还是负责心理疏导方面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不过今天情况特殊，我闺女这儿需要我去疏导一下，我得提前离开，哦，对不起啊。那有需要我帮助的吗？哦，不用，我应付得来啊。爸，你有什么直说呗。你这么盯着我太瘆人了。你好，这是您的串。爸要跟你们说，你可能都不信啊。咱家不光你妈年轻时候练过武术，你爸年轻时候也耍过棍，棍扫一大片，懂吗？闺女，需要的我跟你妈完全可以来一个男女混合双打，收拾那小王八蛋臭臭。你看见那个视频了？你妈罚我来了。我妈也看见了。别慌，你妈让我来找你聊，释放的就是和平信号啊。咱家窝里斗归窝里斗，那遇着外贼了，一致对外，根本原则。跟妈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谈恋爱遇见个渣男，被人家给上了一课，
但是我这不有力的反击回去，也给他上一课吗？就是吧，这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自己出了个不太光彩的面。必须得反击，我闺女必须得有血性。扎啊！扎到什么程度啊？你放心啊，我没吃亏。啊，那就不用我跟你妈出手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你说啊，你们俩能护我一时，还能护我一辈子吗？能啊，你爸就能，一辈子。能不能有点正形啊？啊，说。我肯定是有自己解决办法呀。啊，而且。我现在对你可是坦白从宽了吧？对，你们俩要是再强制执法，可是不行啊！哎呀，必须相信我闺女啊，能自己处理好这事儿，爸相信你，真的。行，过去就过去，啊，只要咱没吃亏，像这种老死不相往来，不行，我们俩现在在一个公司。那还得低头不见抬头见啊！不是，那咱辞职行吗？啊，这饭咱不吃了。我为啥要辞职呀？啊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我光明磊落的，而且我想清楚了吧，我非但不能走，我还必须得过得如鱼得水，我让他无地自容。闺女，咱是女孩，咱不吃眼前亏。我就是个汉子。你得听爸一句话啊，嗯，记住，天下乌鸦是一般黑啊。往后再遇到追求你的，你也琢磨琢磨，是吧？比得上我爸，比不过直接 pass 啊。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吧，啊，我大概可能孤独终老。啊，哈哈，行行，哎，我来开导你的，你倒让我开心啊！来，长大了，闺女。你这放心了吧？嗯嗯，放心。你跟孩子这么胡诌一通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那不完怎么着？他都说跟那男的分手了，我还往回找吧吗？你趁着他知道疼就赶紧给他上课。你还没看出问题的本质吗？他混的那个圈子不行，工作的环境和人员素质都太差。别老上纲上线的，你在哪儿都有像样的不像样，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这就是职业选择没选好，一步错步步错。不行，我得给妙妙再补上几句。哎呀，你歇了吧，你知道姑娘为什么什么事都不爱跟你说吗？跟你一说，你先不问她疼不疼，先给她伤口撒把盐。你说有你这样的亲妈吗？再说了，这些都是孩子成长必经之路，是吧？你说你年轻的时候，就没被几个人渣骗过吗？就一个。就在我面前，还先上车后买票。啊，那现在不也下车了吗？就别揪着不放了，是吧？总之，我们无法让孩子按图索骥，但也不能拔苗助长。说实话，我也想抽那孙子一顿。但妙妙跟我说了，这事儿他自己能处理，你也信他一回行不行？别去干涉，让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不信也得信了呀。你别给我换牙刷！负面盘下来了，干什么还没想好？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呢？怎么没想好？干什么呀？那个电影前是干嘛的？剧本杀。哎，咱就干剧本。装修都是现成的，咱稍作调整一下。剧本杀。但是现在开剧本杀店的还挺多的，如果我们跟风开店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晚？我做过功课的，这门生意好筹备，好上手，易操作。而且那个地段客源都不是问题，最大的投入就是人力和剧本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反向的利用了大数据的抓取，
才确定这个项目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到处留言要聚会，然后我就打开各种 APP， 看看他们给我主推什么地方。你猜最多是什么？剧本杀。这就是大数据抓取到了我的社交需求，免费给我提供的商业建议。你需要这种建议问我不就得了？我总去。那能一样吗？你的建议那就是样本加一，大数据的建议那是样本加10086。行了，咱这下目标也明确了，咱就赶紧行动。你查一下，看近期有没有什么剧本杀的展会，啊，咱去淘淘剧本去。成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没跟妙妙姐联系？前天晚上还给我打电话，但我没听清说什么，怎么了？他现在是本地花边新闻的红人，自己看吧。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很复杂，我很多时候我是不得已的。妙妙，浩子，你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两位表演艺术家辛苦了，给你们加个餐吧，快坐吧。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啥呀？真，昨天一夜没睡，看到的黑眼圈。神经病！快吃吧，小七，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啊。啊，西周这也是专门给你弄的。哎，我来。小七。嗯。妙妙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妙妙怎么了？他跟吕嘉维分手。啥？吕嘉维脚踩两只船，把妙妙抓到。更惨的是，妙妙被这个正牌女友设计了，一起戏弄了吕嘉维。这个女的把整个过程拍成了视频，发到了江大的论坛和微博小号上。哎，妙妙这下火了。他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得赶紧问问他怎么样了。不会回你的，估计这会儿都忙着处理手上那些烂事儿。小姐，他前天不是跟你联系了吗？排练那会儿。他是跟我联系了，不过我那会儿在排练，我估计他想说的话又给堵回去了。他也跟我联系了，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儿。哎，咱还朋友呢，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们俩呀，先别多想了。我觉得妙妙是开不了口，怕耽误你们各自的事儿。依我看，你们挑个时间四个重聚一下，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。这个时候啊，陪妙妙散散心比什么都强。那咱说聚就聚。我可以。天然高维 C， 好喝次凝集，次凝集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每次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就来这儿听他们的惨叫，哎，我顿时觉得胸腔都开阔了，气息都顺畅了。我们没你那么变态。苗苗，要不要上去飙一把，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？这些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刺激，没意思。我陪你一起啊，不就有意思了？你说真的，我的快乐是在这儿听他们讲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可以舍命陪君子。够意思。哎，别回避我的眼神。说好了嘛，啊，大家一起陪妙妙开心呢，
你们俩就不能有点诚意啊？啊？小青，打个样。行，算我一个啊！我今天奉陪到底。小琪，我爱你。妙妙，算我一个吧。你还是算了，你这恐高的别搭上命了。最近的医院挂一公里，我已经查过了。哎呦，还做功课了？哎，但这功课做的不够吉利。你这说完我更害怕。行，来不理，走走。不是，不应该抱我一下，然后再说一句"我爱你"吗？想要玩个啥都得排队，那现在怎么人这么少了？现在人都在网上吧。哎，你们真不吃这冰淇淋吗？可好吃了。不吃。三个怕胖。不吃。你要不怕我吐你一身，我就吃。哎，你们仨真行。嗯。说是陪我来散心的，结果一个个都趴下了。我公司出事那天吧，正好遇上我工作作假东窗事发，我回家呢就被我妈破口大骂了一顿。哎，简直是我人生至暗时刻 number two。妙妙，那 number one 是什么？钱老，我劝你别问。我那天其实就是想找人倾吐一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别提这个字儿嘛，你说事就说事。我那天就是想找人吐露一下心声。啊。然后你不是在饭局吗？小琪在排练。然后我就想。你说我怎么活得这么失败呀？我连找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。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路边跟手机聊天，结果我被他给聊废了。嗯，然后我就回家洗了个热水澡，叫了个外卖，我就把我那些烦心事儿都写在备注上，结果那老板估计是看我太惨了，送了我一杯饮料。不过我现在呢也算是否极泰来了。那天过后，老林找我谈心，你们呢又来陪我发疯，我觉得我又是一条好汉。妙妙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我是自己也被困住了。本来以为吧，我是个天之骄子，在北京想进的剧团进不去，退一步吧，回到江州能演一个自己仰慕的导演的戏剧也是好的。可是我发现啊，不是我选择舞台，是我在等着艺术之神的眷顾。我现在连一个配角，一句台词，一个出场我都演不好，我越想做好我越做不好，我越做不好呢别人就越质疑，别人越质疑我就越想做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怪圈。我学表演四年也没有进入这样的怪圈。可笑。谁现在跟我提怪圈？
那可就真就出圈。我江天浩从高三开始创业五载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但是呢，我越战越勇，从不言败，我就把怪圈当胡辣圈一样转起来。这不是马上准备又要重新起航了？哎，不是，你哪来的投资啊？找亲生父母借钱啊，对吧？可以先跟父母打个欠条，对不对？等你挣钱了再慢慢还呗。能把变相啃老说的这么清新脱俗，你还是第一人，佩服佩服。免礼。嗯，我现在借他们钱，将来我会加倍奉还的。你们想一想啊，他们只会越来越被边缘，可我还年轻呀，有的是失败的资本。我已经边缘化了，我现在每天就是醒了睡，睡着醒，再跑个步，四处晃。我以前的人生是全力加速，跑太快了，而我现在只想原地躺平，一动不动。哎，你能不能别抄袭我的人生理想？哎，不是，我们这干啥呢？我们不是朋友谈心吗？怎么变成比惨大会了？支棱起来呀，支棱起来。就咱俩支棱呗。同志们，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吧，我悟出来一个人生哲理。你们说什么是生活呀？生活，生活，那不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吗？道阻且长，我们慢慢熬吧。那失败尽头说不定哎就有惊喜了呢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别丧了，快快快支棱起来。那边有跳楼机，咱们再去打打劲儿，走。啊，我上个厕所。妙妙，你有点边界感行不行？边界感，边界感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你别折腾了。你在实习期内你是做不出像样的节目的。田总啊，根本没想长期留用你，就是当你便宜的劳动力而已。我用不着你管，你怎么那么好为人师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当不了别人人生路上的灯塔。你顶多是前进路上的那道阴沟，你这点小心思都能用在下一位身上。哎，你怎么好心当鱼竿费啊？你有这个时间啊，真不如去找份别的工作。你应届生的身份啊，是你唯一的优势。你有病吧？
说我要给他发。我问你话呢，你是不是颈椎病又犯了？我给你揉一揉啊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你好点没？那我再问你一次，发还是不发？你可想清楚了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真对不起，我没听见您电话，我不是故意不接的。那个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对不起。我在加班，我是一个实习生，我这工作一直没进展，我就在公司加班，但我睡着了，我真没听见，对不起。您这单我会想办法补偿的。啊，不用了，这下着大雨。喂。您好，这是您点的外卖吧？对。请给我五星好评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个，这个是我给您的点心意。不，干我们这一行你也知道，一个好评赚2块钱，一个差评扣20块钱。这要是今天有个投诉，停工一天不说，扣200块钱，还得进行培训。只有我们给别人道歉一份。这礼物我不能收。不是，今天这个事真的怪我，肯定还耽误您后面的单了。您收下吧，不然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。您收下吧。那谢谢。妙妙，怎么了？你知道耗子每天神出鬼没的都在忙些什么吗？不知道啊。那你知道小琪在剧院里每天都干什么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每天都接触的人啊，比如说外卖员、快递员、服务生、司机、保安等等，这些人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又是怎么样？他们关心什么？他们的痛点是什么？他们为了挣每一分钱都付出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。
就像我们这种关系密切的朋友，也并不知道彼此每天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背后都付出了哪些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我就要拍一个职业体验系列的 vlog， 帮助人们建立桥梁，了解这个大千世界，怎么样？听着不错，但短视频领域竞争太激烈了，像你这种心灵鸡汤类的故事啊，想横空出世，想夺人眼球，怕是不太容易。不是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扫兴呀？我要是想要找人给我泼冷水，我用得着跟你说吗？我就去找甜甜了，他能直接给我喷氮气降温。氮气不能用于人体。钱三一，我现在需要的是鼓励、支持、想法。你不是天才吗？啊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你说。你做视频呢，首先得有个性鲜明的策划点。哎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以前的节目呢，都是先策划、买点、写剧本，对吧？但是我就不这么干。既然是体验，那我们就来真的呀。我要在真实的素材中找到话题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也不赞成先预设什么话题呀，可以用来推广。反正就是我这个 vlog 一定要真实大于虚构。可你这种一个人的团队，你知道有什么优势吗？就是灵活性。如果充分利用灵活性的话，恐怕会有奇效。你这个人就够灵活，我就多余跟你商量。说干就干。干什么去啊？我今天晚上得通宵把这个项目书写出来，我要让甜甜对我刮目相看。你干嘛？我没事。不下雨了。我怕那个树上有水嘛。喵喵的职业体验。你知道像这样体验类的探索性的短视频有多少个吗？我做了数据分析，在第三页。数据只是倒车镜，不足以成为前进的路标。市场潜力分析在第七八九页。我现在是在问你，不是在问项目书。其实我也觉得吧，这个项目书它就是一个形式，没有实操有说服力。但咱们公司流程嘛，我就做了一个。其实我现在只需要您的同意，让我拍一期试试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吗？第一期的选题想好了吗？我准备先从外卖员开始。那拍摄一期需要花费多少人力和物力，算过吗？人力的话就我自己，实习生的日薪加饭补一共150左右。物力呢，我就用手机拍摄，只需要借我一台录音设备和 GoPro 就可以了。拍摄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的，前期拍摄加后期也都我自己扛，不需要公司任何投入。决心很大吗？准了。妙妙，别看，继续走。怎么样，过了吗？田总现在已经同意我做个样片试试了，但是所有的人力啊、道具什么的都在我自己弄。那你没救了。什么叫没救了？搜刮民脂民膏呗。小周在我那新店装修着呢。新店小厨又扩张了，恭喜恭喜啊！不愧是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。嘿，我是在哪儿跌倒我就在哪儿躺下了，干餐饮也没什么意思，干点别的。行了，你就别假装关心我的商业版图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啊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个，你人脉广，你帮我一点小忙。我呢，注册了一个众包骑手，可是吧，这个头盔呀、衣服呀、保温箱、电瓶车什么都得自己准备，我公司没有预算。这点小事儿，安排。而且我还得需要个人手配合我拍摄，所以你帮我问问小周有没有时间。哎呀，小周是应该没时间了。不过，我有个更合适的人选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妙妙，欢迎大家收看喵喵的职业体验系列 vlog 第一期。
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外卖骑手。今天我们就从江州大学学院路一带开启我的骑手生涯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卡。